锵锵三人行，哎，这个伟杰和春恩兄啊，都是这个新的一年咱们开市大吉吧，对啊，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这个那这个圣诞呢、啊、元旦呢、啊，你们都准备上哪去玩呢？我玩过了，在台湾玩的。对，我也在台湾、啊。对，我们俩都在台湾。你、啊、在哪儿啊？我们这个节目是平安夜之前先录好，对吧？都傻了，我们都是回到未来那种。对对对，不是，我们这个节目也没有办法，它不像你们报新闻可以有替班。嗯、对。那么我包括我们的组里的也总要休假，就是劳工合法的这个权利，对吧？对，所以有时候观众老埋怨，你也不能拿，你拿我们当平等的人看，你休息，你休息。谁不把你当平等的人？不是，有时候观众老说，你不说你们锵锵三人行又什么没有一个新闻发生了 啊？又新闻发生了，你们怎么没有说？你们怎么没有说？我也是人呐，我不需要休息的嘛。观众太喜欢看 live。不是，凤凰卫视也不给我找替班，这个问题我给他反映了18年，你知道吗？那不行，反映招牌嘛。春恩兄是不是你也帮我主持过？如果我没记，没有，没有，从来没有你不在的时候主持的。文道帮他带过，文道帮我带过，是吗？鲁豫帮我带过，对对对，真有带过，是是是，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十八年都是你一个人带过一次，但问题是以后不带了，台里也不管了，所以他们对我非常不负责任。但是那我只好对这个观众，今年赶快跟对，我就只能跟观众不负责任，对吧？所以也不是不负责任，你坦白就完了嘛，就是对，就坦白，坦白从宽，对对对。那咱们还是要迎接新的一年，对吧？新的一年呢，我想我们的一个主题啊，从你们两个人的这个喜好就能看得出来，一对吃货，对吧？对，一对吃货，就是老少吃货。咱们春恩兄是享誉香港多少年的美食吃货、美食家、美食作家。对吧？而且现在侄子就发了家了，他靠什么发财？领那个旅游团到世界各地去吃，我那个不一味难全，我不信。那是玩，我不信。玩收钱，又玩又可以收钱，多好，好不好？鲁豫我不信，我不信。鲁豫是吧？再说一说啊，是我不信怎么？那就是啊，没什么发财嘛，就是玩嘛。因为香港有一波，我那个时候15年前我开始带旅游那个美食团。那么开始旅行社合作，因为旅行社最早是赞助我的电视节目，完了以后就说我们能不能延续那个合作。我问你，就是说你带团出去吃这钱，你自己先得去，我先得去做资料收集安排，你那个馆子你自己都吃过？我吃过，不然不负责嘛。对啊，那你很多被吃过就被淘汰是吗？对啊，很辛苦的。哦，然后你选出来。很辛苦，对对对，就是那增加胆固醇，拼命的增加胆固醇，也是经过海选才选出来的。对，海选了，你大概十几家选个5家出来，那你们这样，然后呢，那开始那些都是电视观众，完了以后就变了团友，团友以后就变了朋友，15年了。那么到时到后就哎呀，搞一个团嘛，吃大闸蟹了啊、哦，上海吃大闸蟹了，去补充一下二阴，对吧？二和阴。然后中秋了啊，到千岛湖去看看月亮，大家再去吃点的。大鱼头啊什么的，好享受的感觉哦！哎呦，他这辈子过得啊特滋润，哎，你看我所以没有什么发财不发财，但是很开心，因为这个15年有这么一帮朋友一直跟着。哦，你这个团是固定的团友是吗？不是固定团友，他基本上有从第一团开始参加的，他们回回都参加，回回都参加。哦，那么去日本啊，到欧洲啊都可以。好滋润的感觉哦！伟杰现在也越来越滋润，你看伟杰现在都干什么了？这充分说明凤凰卫视的主播前途堪虞。已经开始开拓新的那个，开始做菜。这什么菜？这个是辣椒香肉。辣椒香肉。哎呦，我想吃哎！那再看下边。下饭。然后这个是什么蛋？茶叶蛋，台湾的那种茶叶蛋。对，我用这张照片特意是要讽刺你们台湾的某嘉宾，说我们大陆人有连茶叶蛋都吃不上。我就是为了这个才做，才特别教大家做茶叶蛋。反应好吗？是结合时事，有超多人看的。哎呦，就为了那颗茶叶蛋。伟杰，你说说，就说你沦落为吃货，到底是因为主业发展了有困难，还是因为确实是自己喜欢？你不要像我老板都在后面听，要我待会被约去约团。老板更困难，你还。说说你自己。我自己喜欢吃，对，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吃。我说我很大的一个遗憾就是我外婆的手艺非常好，可是因为她已经得了那个失智症，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把她手艺学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人生很遗憾的点。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做菜我可以记忆很多事情。哦，就是说你们家等于有这种家庭菜。家传菜，对，哦，是，但传不给他，因为他那个婆婆是吧？所以就没办法学，现在就只能跟比如说阿姨呀、啊，他们学啊，就是说哎，里面的精髓，但就真的不是那种外婆手把手教，有一点不是？那你们是家传的秘方呢，还是跟外边做的一样的？
家传秘方啊，秘方啊，对啊，有些像我，像我阿姨就非常会做台湾那种脱土鱼羹。什么叫脱土？脱土就是那种脱土鱼是一种鱼，然后它是做成鱼块，然后腌过再下去炸，然后做成羹汤，这只有台湾才有的。哎呦，对，但是你们家的呢，还是台湾有的嘛，对吧？别的地方能学得到。别的地方可以学到吗？可能你婆婆就是有一点放了一点什么东西，然后或者是因为我外婆是这个本省人，然后我外公是辽宁人，所以我们家的菜都是非常两极化的，还乱炖。对对对，比如说我婆婆就我外婆非常会那个熏腊肉，就每年差不多快要过年之前，我们家就有那种大铁桶，然后真的是用那个树枝啊，然后稻谷啊什么去熏。对啊，就很香很香，然后每年都是用抢的，就每年就是邻居啊，或是我出国啊，就是所有朋友知道这个都会来抢，可是现在就也没有办法，就是得到那个味道啊，听着都好吃、啊。但是你肯定是有这个遗传，是吧？爱吃，全家人都爱吃。哎、因为、他要不这么讲，我就觉得女孩子说爱吃啊，完全不出奇。因为我现在发现，你好像那个选美啊，你就看这个女孩子填那个爱好一栏啊。大家都没有一个女孩子不写美食的啊，都有、啊。我以至于觉得女孩子好吃就太俗，这已经是一种俗套。好像我就没碰见过哪个年轻的女孩说她不爱美食，她的诸多爱好中，爱美食有两个概念，有一种是她真的喜欢吃，喜欢她味道，然后又喜欢拍。她很多女生是叫了一桌菜，拍完手机吃饱就一切结束。手机吃饱还是喜欢吃，但是一边吃一边说怕肥。对是啊，然后不要再要减肥、啊、怎么要减肥，但晚上不能吃啊，是不是？我甚至有一种荒唐的揣测，我认为啊，这是就是说是、啊、是不是食色二欲会互相转化？就很多是这个意思。小女孩子她是不是她被缺色？不是她被压抑的这个性欲啊，她必须要寻找另一种表达。你看，她就说那我好吃，喜欢这个口味上的这个。他真是好吃还是表达？你说的是？对啊，我的意思，你不能让他说我好色，是吧？我就好跟人睡觉。但我觉得，如果好色，现在女生应该也都很直率。我觉得这个不成立。你看，现在大部分什么小鲜肉啊、干嘛的，女生都直接说她舔屏要干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不同。现在食色两个字对你来说呢？都重要。哪个重要？都重要。你说的这些，你什么舔屏啊？这都是有了温饱的女孩子。你没想到这个还有那些个马斯洛的那个更加穷。困的女孩子，她们的肉体是要供来借钱的，裸贷，对吗？也是有其他的用途。舔屏小鲜肉对他们来讲太奢侈了，是不是？你看脱口秀一听这个，都吓到了，奇谈奇谈了，奇谈了。哎，我这样吧，就是说你们俩都是美食家，对吧？我想问问，就是说，哎，纯，你这一辈子啊，你能说出一种你觉得这辈子最好吃的？你觉得？有吗？红烧肉，你真跟毛主席一样。对，不是因为其实湖南的那种，不是上海那种，甜的还有点。对对，放冰糖的。你一辈子吃遍全世界，你认为还是那个？其实你所谓好吃不好吃是一个记忆，对 对, 对，情感是个情感，是个记忆。因为我小时候很穷，在上海没东西吃，那我差不多到二十岁，我记得大概差不多到二十岁，这样过来十几年。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吃一碗浓油赤酱的红烧肉，那个肉端上来的时候是颤抖的，是活的，放在那儿三碗白饭不跟人家分享，颤巍巍的，颤巍巍的不跟人家分享，因为是觉得这个是世界上最好的美食。然后你想知道你最喜欢吃什么，只要你饿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最喜欢吃的东西，我一饿我就想三碗白饭一碗红烧肉，虽然现在吃不下三碗白饭，但是想还是那么想。哎，你这个说的非常有哲理，就是说，实际上世界上也许并不存在一个至味，一个最好吃的美味，它实际上是一个主观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记忆，对吧？就是在最。你比如说你突然跳出来的突然对你要看到那个菜你会想到谁，然后你跟他吃的记忆是好的，你就会觉得那道菜是好吃的。味觉跟嗅觉都是记忆。哎，你讲这个有意思。你说前女友帮你做的第一道菜，可能就会记得。她做的第一道菜，或者你为女生做的第一道菜，我当年曾经在广东的时候，有一位前女友啊，你知道我当时的体重168斤呢、啊，也是拜她所赐啊。当时我每天三碗白饭配红烧肉。我们电台当时那同事就开玩笑给她就说她是饲养员呢。啊，喂猪的。太好了，那时候还是饲养员，他我那时候男的们都羡慕我。你多少？一百多吧？
168斤，168斤啊，168斤，180磅，我曾经那么胖啊，那就是一天三顿饭，他做饭、哎、太好吃，这让我看到爱的力量，就是说一个女孩子本来不大会，她我觉得我的这个前女友是一个奇迹，一个人生的奇迹，就是本来她不大会写文章，她是学财会的。啊，第一次写文章啊，写的都我都给他改错别字，但是到后来人家出了好几本书，就是这当了记者，当了这个，啊，做菜也是，刚开始的时候是不会做菜，都是家里的女儿不会做菜，然后为了饲养我呀，自己学着学着，到最后简直是能做全套的，吃好吃，一个礼拜，哎，一个礼拜一日三餐没有重样的。我家伙每天我就盘着腿儿，那他真的很爱你，愿意为你去学做这些事情，这真的是，这也要有天分，对，这也是天分，没有天分怎么都做不好。哎呀，怀念他，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我说，你说就是说一个女子，现在今天咱们讲平等了啊，包括一个老公，嗯，你知道你做得一手好菜，对维系你们的婚姻关系，人家说抓住他的胃就可以抓住他心，绝对的。因为当年我跟他分开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没好意思说，就是说最主要、相当重要的一个理由啊，就是让我不舍得，不让我不舍得，就是以后吃不着这口了。就是你知道，我就因为这个，我很不愿意跟他分开，以至于我们已经分开了呀。我都分开几个月，还回去，我都能借故，不对，我都能借故找借口，再去看他，再去看他，然后故意聊天，聊到中午的时候，饭点，哎，对，饭点，饭点，坐点，哎呦，其实那个是不是也有个情感记忆？就是你说的，对，他是那个最好吃的。所以我说我的不是你说他是从不会到做到会，对，那你是从不好吃吃到好吃吗？有没有这过程呢？还是第一道菜已经很好吃呢？第一道菜不算太好吃，但也不差，我能接受啊。到最后就吃的我欲罢不能了，就他越做越好。所以我把我的节目取叫有记忆的厨房，因为我觉得这每一道菜、你的名字叫有记忆的厨房，就叫我就是伟杰记忆厨房、因为我真的觉得你吃的所有东西都是一个记忆在脑子里边。你讲得好，所以你现在就会记得看到某一道菜，就像看到红烧，看到什么什么，你都会把它记忆点。你讲得特别好，因为你知道我过去我不是一直在跟这个肥胖基因做斗争吗？嗯，我采取了一种反人类的这个生活方式，就是我不跟人吃饭，我不，你看崇恩就知道他多少次找我吃。因为我一吃晚饭就会胖，所以我就不吃饭，不吃饭呢。可是后来我就说，我说为什么两个人见面一定要吃饭呢？我就说咱们不吃饭行不行？喝杯水都可以啊。对啊，我就违背这种人类吧。哎，可是最后我发现呢，好事儿就得吃饭。对，要是谈工作反而不一定了啊。你有朋友在，就像高兴了就要喝酒，你喝酒得喝一口，对，你就是你好朋友聚会或者男女朋友约会，你不吃饭就不，我就不对劲，总是少点。所以就说没有那个打破那个 break the ice 那个机会。而且他真的是一个感情的感觉，是吧？嘴里有一些香香甜甜的东西，眼前看着秀色可餐，嘴里说着温言爱语，那整个。果然就记忆库里边就进去了。对对对，所以吃绝不是猪那么简单。啊、哎，我有个朋友，他们现在你知道，他们叫断食，就是屁股啊。我知道啊，屁股他断食了以后，他很成功，人也瘦了，什么都很。后来就突然发现，这时间没法消磨。原来一个人不吃饭，一天会多好多时间，多好几个钟头出来。这几个钟头你不知道怎么打发。你睡也不是，不是可以欢迎他来我们这边上班呐、啊，因为我们都没有什么时间中午可以吃饭，我们每个人在中午的时候都没时间。后来他就觉得不对了，这个日子过得不对了，又吃回去了。哎，而且我觉得不吃东西，我其实不是现在很流行断食减肥，我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事情，因为东西这么的好吃，为什么要放弃呢？
我有时候其实不是曾经有人说发明一粒药吃了以后就一天就饱了吗？但不是为了饱而吃啊，我们吃是为了那个有好多好多情趣，对吧？情趣是最要紧的。情趣说到哪方面情趣就吃的时候有情趣的吗？啊，大家一起，大家一起说这个东西咸呐、啊、甜呐、啊嗯，然后有很多记忆啊。你同样一个油爆虾，啊，你奶奶是怎么做的啊？我外婆是怎么做的？啊，我小时候吃的是怎么样的？现在这个不行了，怎么不行？不行在哪儿？酱油用的不好，姜不够啊，糖味道不对，都可以说嘛。对，感情的交流里啊，然后一这样一交流呢，如果当然是男女朋友这样一交流呢，哇，就觉得大家特别有深度。是是，所以吃饭这个事儿啊，看来确实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的部分。对，就是你要不，我后来就觉得你要是反人类啊。然后呢你很多事情啊就生活里特别多缺憾，这个缺憾不是说你少了这顿美食、嗯、而是你少了很多呀跟朋友交流的机会，交流欢聚的这个时光。我因为我就硬勉强我的朋友，我说我不吃晚饭，那非要见面怎么办？喝咖啡吧、啊、我发现就是这不对啊，少言寡醋的两个人如丧考妣说一会儿就散了，就得吃饭。那哎还有这个伟杰还没回答这个问题了，嗯，你平生就到现在为止、嗯、你能说出一样你最觉得最好吃的吗？牛肉面，桃园街牛肉面，在北一旁边的桃园街牛肉面，对不对？对，那一家呢就没有招牌，是不是叫老张？王。对，那一家牛肉面呢，真的是我少女时代吃到，它从几十块到几百块吃，然后呢跟同学一起吃，因为比较贵嘛，我们只有什么考完期末考犒赏一下大家，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六个人只能点三碗，然后吃完再去西门町逛街，这就是我在这个念北一女中的一个相关的回忆。然后它又也真的是很好吃，所以我去哪里我就觉得啊，就是回台北的时候就会吃一碗那个牛肉面，就觉得 啊回家了，回家那个感觉。哎，全是记忆，你看，嗯，不，你这我要想这个问题，当然我一开始是想了那些高级的东西，嗯、比如说我想我吃过的什么和牛啊，嗯、或者吃过的什么白松露啊，哎、对，大闸蟹啊，当然你可以试哈。但是我听你们这么一说呀、啊嗯，就是真的就吃的最饕餮的，吃的就是最嗨的，其实想起来还是少时的这个味。嗯、你自己有没有想一道？我跟你说，有个一南一北，那就是能把你们惊着，就是。北方我最爱吃的是炒饼。啊、哦、炒饼对。你知道我爱吃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嗯、就是说啊这个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家里这个就是穷啊，就我发现人呢 啊你就憋着他一会儿啊他会那个变态式的爆发、啊。就我记得很清楚，就那天呢人最怕的就是本来想好了要吃什么、嗯、结果因为某种原因不能吃就恨死了啊、嗯、就是。那天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吃这个炒饼都必须跟父母要钱，小孩子的时候没钱嘛。啊啊但是你知道那天石家庄啊下那个瓢泼大雨啊，啊，就跟那个水桶往下倒一样，那么大的雨，我爸妈就不让我去，说那雨太大了、嗯，倒不是说我们不让你吃，嗯、所以就不给我钱啊。大家气得我，我就说我在逃离你们这个封建家庭，我就跑到雨里去了。对，最后雨里狂奔，为了最后我爸妈急了，就说行，那个给你钱吧，淋死你，啪、啊，我就跑出去了啊，跑出去，结果跑到那家店里，我心里想着我说我得要两盘、啊、结果那家店估计也是下雨没开，关门没开门，好遗憾。我的娘子，你知道我的反应是什么啊？第二天我去了四碗，从第二天开始啊，我连续一个月，我吃了30天的炒饼啊，每天都吃，没吃过别的啊，就是那种报复式的，就每天都吃炒饼，都去那家，你知道他有那个白菜那个叶子越烂越好，对对对，你知道吧？他还有那个油炸辣椒，啊、来点油炸辣椒，特别是我们北方还有蒜，他那个饼丝儿啊，先拿油实际是炸炒一炒的，然后他咔咔咔那么一炒，好家伙，连吃30天，后来呢？咽了吗？再也不敢吃了吧？三天之后应该已经解除魔咒了。三天以后很长时间就不吃了啊！但就是然后呢？你知道我爱吃还有一种，就南方呢是干炒牛河啊，干炒牛河。原来我在广州的时候有，你想我跟我一个电台的同事叫李跃威的，当时我们俩，他是个陕西安的大小伙子啊，我们俩哥们儿到那个后边电台后边吃那个干炒牛河，你知道吗？两个北方人啊，把广州人都惊着了，就是你吃多少？每天晚上11点来，对吧？2-3点走，要2瓶啤酒，然后呢？
一盘一盘的干炒牛河就这么要、啊、一盘一盘对你不是叫了一盘一盘你是像人家串烧一样来一串再一串就一盘吃完一盘再要一盘最后一般就是这俩吃八盘一个人四盘没有别的菜了，炸这么吃，因为它这个油，油啊，甜啊，那个焦香味，我没听说过，我也没有听说过炒牛河可以。我们俩当时在广州盘福路一霸，你知道吗？干炒牛河一霸，一来哎，过两天我要累了都，累着，八盘的八盘，你知道吗？这想起来有意思啊，你这个168斤，其实不跟你女朋友没有关系，跟你干炒牛河是吧？哎，所以你看，每就说你像说起来，反倒最爱吃的啊，好像都是这些粗食，对，从小吃的东西。那精致的呢？你们美食家不都是精致的？老实说，你现在世界上再贵的菜，你都吃得起。你也有很好的记忆，比如说你在意大利，我在佛罗伦斯吃过一个很好吃的牛膝，我到现在会记得。哦，牛膝最好吃的是那家牛膝盖啊，牛膝盖焖的很好，藏红花里边有，炖的牛膝、啊、想不起来了，反正是，但是你说吃意粉，哦，也是在佛罗伦斯有一家，他用白松露刮在上面，吃很好吃，但是你不会在你最饿的时候想吃这个东西。而且通常吃这种事情你都是已经是就安排好想好预定好什么时候才可以去吃，但平常比如说牛肉面或什么它不是一个需要处心积虑去想好去吃，是所以我现在家里长期有红烧啊红烧肉红烧猪肉。你他的体型就太好了，他就属于没有长期，现在还有呢，你炖一个冰糖原蹄，对不对？冰糖蹄膀跟红烧我长期有家里。哎，那些老跟着你就是几十年那个老团友是不是都变成168斤了？那也没有啊就你还这么瘦，有的不在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你说对这个食物的这个味觉的敏感性啊，是越老越敏感细腻，还是越老越钝呢？他们说是越老越钝，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哈、啊，我老到现在开始，那个越来越好。因为我开始来香港的时候，我吃海鲜啊什么，吃不出个鲜味来的，因为那时候在上海吃味精吃太多了。你是从小就爱吃吗？从小爱吃，没得吃啊。哦，从小爱吃没得吃，所以后来到香港成为美食家啊、不多数都是这样，因为小时候没得吃，所以到了就像你那种报复式的心理去不断的去吃东西啊、去试。那么味觉来说，我开始来的时候你要吃海鲜什么，可能上海以前所有的菜里边那味精放太多了，舌头都习惯了那种味道了，开始吃海鲜吃不出个鲜味来的，但现在反而就是由灿烂归于平淡了。有的时候去到了饭店里边，就蒸一条鱼，炒一个菜，很好吃，鱼汤拌拌饭。哎，我就是因为你看我的口味就比较重，我觉得啊，而且是岁数越大好像越偏重啊。但是呢，我可能是偏见，我所见的，我觉得那个够档次的美食家啊，似乎你说他们是装叉呢，还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似乎都叫清淡。就所谓吃原味儿，对，一般是清蒸鱼，要我就红烧鱼，是吧？就是，不是的，是根据年纪的，是不是你水准越高就越，可能他们有些是喜欢吃食材原本的味道，是是是，他就不喜欢过度的调味，但我觉得也要看。但是食材根本的味道是要靠烹调给吊起来的。哦、你不能说清就是白煮、不行。还有就是也要看你吃，比如说你如果是吃这个石斑啊那些的话，你可能清蒸它味道会比较好，你不把它红烧你就觉得它。但是你清蒸的话，你那个酱油那个葱油也要弄得配的调配的好、你才可以吃到一个鲜味出来嘛。所以你看我发现咱们说了一圈号称什么美食家，最后最让人这个爱的呀、还是家常。家常，对。都是家常。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因为在家里吃的东西它都是给你好的，它不会给你乱来的东西，它还给你的是食材也会比较好，用的料也比较好，所有好的东西加在一起通常味道不会太差。哎，那伟杰你觉得你在这个吃方面哈、你是有什么偏好？偏好你是说口味吗？对对对，甜啊咸啊，对呢，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我非常喜欢吃牛肉。
哦，对，我非常喜欢吃牛肉，然后猪肉我就稍微还好一点点。然后我个人喜欢吃甜的，因为我是南方人嘛。对，哦，我哎，我也是。我现在你知道，我们北方人，你听说过卤煮是什么东西吗？我知道，我知道。卤煮火烧，对对对，卤煮，你知道，我们过去在北京晚上老吃那个，那家都脏的，那个就是，还有国营的那个店，那地上都是那个油腻的，那个把头下都滑，都摔跟头，要一碗底儿，就不要那个火烧，就是那底儿，那底儿啊，那个猪就猪内脏，多点那个大肠，据说那个大肠都不能太干净了，你知道吗？得有点味儿，就不好吃一下就行，得有点味儿。哎呦，然后也是撒上辣椒油，你知道吗？我就吃一回，第二天就拉稀。但这就是减肥餐的，对对对，然后你知道，我到香港，我就发现致力于发现香港卤煮，然后我的香港卤煮是什么呢？牛杂啊，哎，我现在在港岛那边找了一家，说开了60多年牛杂，哎，一个牛好吃，好吃，也是卤煮啊，也是卤煮，广东卤煮，就牛的这个内脏。然后他拌以那个要炸很多年的那个老油、老辣椒油，啊，蘸着那个。